我觉咧要吹起，系去到我哋嘅家庭，去到我哋嘅国家、城市、全地嘅。呢个系一个圣神圣嘅献上，呢个系一个分别为圣嘅日子。而我哋听到神嘅灵系呼召紧我哋更高，你咧更高，分别你自己，分别为圣。意思就是跟其他的东西分别出来，跟世界的东西分出来，让那些拦了我们的东西分开它，让我们去听见它的声音，去关闭其他的声音，让我们成为一个的声音，就是只是单单听到它的声音，去到更高，去看见它做着什么东西，主做着什么东西。教会是兴起的，是那个很美丽的国际的教会，是在最黑暗的时代它要被兴起，就是现在，就是今这个日子，让这四十日，这个的吹角的日子，吹角子，我们相信这个就是一个时候，我们成为一的一个日子，去一起来到这样的聚集。